全文一更到底，精彩故事马上开始。当我在外地出差时，老婆多年未见的初恋突然回来了。她的初恋以人生地不熟为理由住进我们家，老婆不仅贴心给她整理衣服，还温柔的给那个男人吹头发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柳如烟只是对我冷淡疏离。我原本在外地出差，知道柳如烟今天有应酬后，我提前赶了回来，没有告诉她柳如烟胃不好，有溃疡，尤其是最近疼得厉害，如果应酬推不掉，我只能回去给她熬点中药。本想着给她一个惊喜，没想到给了自己一个惊吓。我用钥匙开了门，屋里亮着灯，柳如烟回来了，但我叫了一声却没有人应，只听到从浴室传来吹风机的声音。顺着声音走过去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愣在了原地。柳如烟不是一个人，浴室里除了她还有一个陌生男人，男人身上穿着的衣服十分眼熟，正是前段时间柳如烟送给我的。当时我还说这套衣服不适合我，为此柳如烟很不高兴，她说你爱穿不穿，我怎么可能不穿，她对我的好我从来是照单全收的。可是现在看着这套衣服穿在别人身上，我却觉得比穿在我身上合适的多。这个想法一出，我垂在身侧的手狠狠握紧。男人面对着柳如烟，头发微湿，柳如烟点着脚尖，拿着吹风机柔声对男人说，头低一点。她抱怨道，你怎么这么高。男人闷声一笑，但还是乖乖地弯下腰，把头凑到了他跟前。透过半身镜，我看到了柳如烟脸上浅浅的微笑，她嘴角上翘，眼神温柔，对，温柔。我竟然在柳如烟身上看到了温柔两字，真刺眼啊。我和柳如烟从认识到结婚已经五年了，她性子冷淡，对别人冷，对我淡，好像没有什么事能激起她特别大的情绪。她也会笑，但总是笑意不达眼底，对于这些我并没有多在意。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，既然我选择了她，就得全盘接受她的优缺点，至少她对我已经是和旁人不一样了。可是现在好像我也只是旁人，靠在门边，我的脑子很乱，但还是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冷静了下来。我在敞开的门上扣了扣，二位打扰一下。冒着粉红泡泡的氛围瞬间被我打乱，几步之隔的两个人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。男人愣了下，抬头看我，眼神由茫然转为了然，他挑了挑眉冲我一笑，带着挑衅。反倒是柳如烟，我的突然出声让他吓了一跳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他惊叫一声，男人顺势搂住他，我刚伸出的手僵在原地。柳如烟蹙着眉看我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。我收回手，双手环胸，怎么，我提前回来打扰你们的好事了。二位，你们是已经滚床单了还是正准备上？柳如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季伯达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，手上的行李箱被我啪的扔到地上，那你倒不如看看你们在做什么，孤男寡女玩这么花。季伯达，柳如烟似乎被我气狠了，她瞪着我怒目而视。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男人却突然上前一步，他把柳如烟护在身后，开口道，季先生对吧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如烟之间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，你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是否有点不合适。他的语气带着质问，仿佛我侮辱了他们。我轻笑出声，如果你非要说这么不要脸的话，那是不是应该先放了我妻子的手，软吗？男人脸色一变，季先生，你要对我不满意可以直说，没必要用这样的话说如烟。我冷笑，什么话，低俗还是市井，你们倒是不说，但你们做呀。男人气急想要上前，柳如烟反手把他拉了回去，都给我闭嘴。男人不服气，如烟，我就任由这么污蔑你。我嗤笑，那不然呢，帮你骂我一顿还是打我一顿，那就更说不清了，毕竟我现在还跟他在一个户口本上。或者你们勇敢点告诉我你们是真爱，我这人心肠好，最愿意成全真爱了。闭嘴。柳如烟拉着我的手把我往外拽，我们谈谈。我没有反抗，只是回头对男人笑了笑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柳如烟把我拉进了卧室，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向来冷静自持的他第一次有些失控。我往床上看了眼，很整洁，连一道褶皱都没有。我遗憾的啧了声，看来你们还没来得及睡，是我回来早了。季伯达，你闭嘴。柳如烟双眼冒火，你就非要说这么难听的话吗？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我轻笑出声，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，被人戴了绿帽子还一声不吭？你想多了，我本来就出生市井，这才是真实的季伯达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，季伯达，我不想跟你吵，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。他是我大学同学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暂时没有地方住，今天先让他在家里住一晚。季伯达，你不要胡搅蛮缠了。我看着柳如烟，这就是你关上门要跟我说的话？柳如烟用沉默表达着自己的态度，说不失望是假的，我愿意跟他进来是因为我对他有所期待，我希望他能在我尖锐的态度中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显然是我自作多情。明白了，住家里是吧，没问题，你们随意。我说完就要往外走，柳如烟拉住我，你去哪儿？我错愕地看着他，三人，我不行。柳如烟拽着我的手猛地收紧，指甲深陷进我的肉里，真特么疼。季伯达，你发什么疯？我用力拨开他的手，我发疯还是你发疯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柳如烟，别恶心我了。我打开门往外走，男人已经把身上的睡衣换了下来，此时的他西装笔挺，人模狗样。他冲柳如烟勉强一笑，破碎感十足。如烟，我还是先走吧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说完他转向我，季先生，你真的误会了，这是你的睡衣吧，还给你。他把睡衣往我手上送，在他松手之际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睡衣掉在了地上，垃圾就应该扔到垃圾桶里，给我算怎么回事？柳如烟猛地抬眼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脸上阴晴不定。突然他开口，不用走，你就住这里。男人眼睛一亮，但还是欲言又止地说，这样不好吧，你和季先生。柳如烟打断他，你不用管，让你留下就留下，不然你去住酒店。你住的了吗？男人叹了口气，还是你了解我。这样旁若无人的对话让我腻歪至极，我连一个字都不想再多说，捡起地上的行李箱扬长而去。我脚步匆匆地下了楼，
凉风一吹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随即就是翻涌而上的恶心感。我弯着腰连连干呕，难过、伤心、愤怒、委屈，我一时间理不清自己的情绪，我只感觉身心俱疲，伪装的冷静在这一刻分崩离析，太荒唐了！我从没想过劈腿这种事会发生在柳如烟身上。别人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其实女人也是一样，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女强男弱的，你还是要上点心，看紧点。对此我不知可否，我不在乎别人说柳如烟比我强，毕竟这是事实，但我是相信柳如烟的。我觉得即使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要走到分崩离析这一步，也是能好聚好散的，无关爱情，只因为一个人的品性。可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柳如烟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还有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回了老房子。我记得在杂物间里有一本相册，是柳如烟大学的时候别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里面都是柳如烟的照片，有她一个人的，也有她和别人的。那是一份花了很多心思的礼物。我问她是谁送的，她说大学同学喜欢你，毕竟不是因为喜欢，做不出这样的事。柳如烟没有否认，嗯了声，因为她的坦诚。我没有再继续追问，毕竟能伤害一个人的永远不是曾经发生了什么，而是现如今的态度。老房子离得不远，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。相比较现在的新房，我更喜欢这个老房子。我和柳如烟在这里住了2年半，结婚后才搬走。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就会过来待一会儿，这里能让我放松。开了门走进去，第一次心情如此恶劣。我很快就在杂物间里找到了那本相册，里面的柳如烟很青涩，虽然不苟言笑，但眉梢间却是满满的青春活力。很多照片看起来都像是悄悄拍的，因为都是侧脸。为数不多的正面照里，柳如烟穿着学士服，那是她的毕业照。她和不同的人都有合照，有女生也有男生。我一张张的仔细看着，突然我的手一顿，这是一张和其他照片都不太一样的合照。两个人离得很近，胳膊紧紧的贴在一起，男生笑得开怀，身体微微向左倾斜，女生虽然没笑，但手却把衣袖抓出了褶皱。虽然容貌有了些许变化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，是她。照片的背后写着两个名字，柳如烟、伊藤城，而这两个名字的中间赫然画着一个小小的爱心。我是被楼上的装修声吵醒的，这一夜我睡得并不安稳，恍恍惚惚的一直没有睡沉，等到睁开眼脑子都还是昏昏沉沉的。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在老房子里，昨天太晚了没再折腾，我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夜。此时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了个人，他一瞬不瞬的看着我，目光让人无法忽视，是柳如烟。我并不意外他在这儿，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他闹了矛盾跑了出去，我刚在老房子里待了一个小时他就找了过来。我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柳如烟说，除了这儿你还能去哪？他知道我无处可去，因为我是个孤儿。是柳如烟给了我一个家。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老房子卖掉，他说留着吧，有人不高兴了还能去躲一躲。我对柳如烟的感情很复杂，有爱有感激，我以为我和他是可以平淡的走完这一生的。叹了口气，我到浴室简单的洗漱了下。柳如烟买了早餐，我也没客气，自顾自的吃完后，我问柳如烟，他叫伊藤城，是你的前男友，相册摆在那儿，谁都不是傻子。柳如烟说，对。我抬头看着他，柳如烟，你在干嘛？把前男友往家里带，让他穿我的睡衣，给他吹头发，你是在跟我真人演绎久别重逢，余情未了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。我摇头，我不信。柳如烟沉着脸看我，半晌，他揉了揉眉心，把两张票据放在我面前。昨天晚上他睡在家里，我住在酒店，这是证据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调监控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这是事实。我没看桌上的东西，柳如烟敢往我眼前放，那就不会是假的。只是他住家里，你住酒店。柳如烟，你的操作已经让我看不明白了。柳如烟说，他睡眠浅，有洁癖，住不了酒店。他告诉你的，还是你善解人意？柳如烟更是我季伯达，好好说话，不要阴阳怪气。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堵在心里，我已经忍到了极限，我也想好好说话，但你好好跟我说了吗？睡眠浅，有洁癖，住不了酒店，就他金贵是吧？可是我哪次出差不是住酒店？怎么没听你关心我一句？是他伊藤城生来就比别人高贵，还是他伊藤城在你心里比别人重要？柳如烟仿佛被人踩了痛脚，疼得站起身。我已经出去住了，我已经告诉你什么都没发生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一个一个闷雷往我头上砸，我几乎头晕目眩，扶住桌子，我尽可能稳着声音说，离婚，我要离婚。柳如烟变了脸，闭嘴，季伯达，把这两个字给我收回去。他几乎是咬紧牙关的说出这句话，我目光沉沉的同他对峙。柳如烟闭上眼，握紧了拳头，再睁眼，里面的失控已经不见了。他说想离婚，不可能。我和柳如烟就这样陷入了冷战。我在老房子住下来，我没去找他，他也没再找我，他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。我在等自己冷静，冷静到我能最有效率的处理好这件事。这天他的助理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学长，你和柳总吵架了吗？小姑娘是我的学妹，能力不错，当初她找工作屡屡碰壁，我就把她推给了柳如烟。这么多年她在柳如烟手下干得很好，她很感激我，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，但却是第一次跟我说起柳如烟。怎么了？我问，迟疑了几秒，她说柳总今晚有应酬，喝了不少，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，结果来了个陌生男人把柳总接走了，开着柳总的车。沉默了几秒，我把伊藤城的照片发了过去。是她吗？对。小姑娘的语气里带着担心，学长你没事吧？我轻笑了声，没事，再好不过了，看来离婚的事得提上日程了，拖的时间越久我丢的人越大。我是个行动派，第二天一早就找律师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我和柳如烟彼此资产独立，离婚协议书就只是个形式。在公司看到我的一瞬间，柳如烟怔了下，但很快就恢复成面无表情。她说这里是公司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谈，家肯定是要回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到她面前，签了吧，趁着时间早我们去趟民政局。柳如烟盯着离婚协议书看了许久，你来找我就是因为这？显而易见的答案我都不屑于回答，柳如烟却直接把离婚协议书给撕了。我有没有说不可能离婚？我就当没听见，又拿出一份。柳如烟再一次撕毁，我继续拿，她继续撕，直到第12份。柳如烟的脸色黑沉的吓人，
季伯达，你想好了？我嗤笑一声，没想好，我在这闹着玩。他把离婚协议书重重地拍在桌上，拿笔落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去民政局。我和柳如烟各自驱车先后到达了民政局。我们的运气不错，今天人不多，没等多久就到了我们。工作人员问，你们想好了？我点头，想好了。柳如烟的视线落在我身上，那你呢？想好了吗？在我看向他的瞬间，他移开了视线，他语气冰冷地说，想好了。那行，我先帮你们登记上，一个月后你们再过来领离婚证。看着工作人员低头操作，我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慢慢松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开口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柳如烟看向我，季伯达，你确定要离婚？确定。柳如烟疼得站起身，坐着的椅子被他带倒，砰的一声巨响。季伯达，你够狠。说完他头也不回转身离开。怎么回事？工作人员问。我也懵了，只能抬脚追了上去。柳如烟，你给我站住。柳如烟，他恍若未闻，脚步不停。我小跑上前，一把抓住他，你什么意思？柳如烟猛地回头，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我直接被他给打懵了。他说，季伯达，我再最后说一次，我不可能跟你离婚。我瞬间被点燃了怒火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不可能离婚？你在遛我玩吗？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，季伯达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就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，离家出走，闹离婚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一个大男人非要这么小肚鸡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我很累。我静静地看着柳如烟，我没跟你闹。柳如烟，我是真的要离婚。为什么？柳如烟满脸的不解，就因为伊藤城，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为什么不信？我怎么信？我问你，伊藤城现在住在哪？你安排的地方？他是不是还没有车？所以你给了他一辆？他为什么会在你喝醉酒之后去接你？接完你之后你们去了哪？发生了什么？说着我失笑的摇摇头，其实都不用说这些，单纯那一夜，如果我没回来，你们会发生什么？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柳如烟逐渐烦躁，我去酒店是已经定好的行程，你如果不信可以问。我不信。这是我第二次说这话。柳如烟，我不信。现在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拿出多少证据都没用。我不信。我不想深究你做了什么，你们又做了什么，我只是单纯的不相信你了而已。我这人最擅长断舍离，不然我也不会好好的走到现在。生活对我不仁不义，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。我不会让任何东西把我拖着往下沉，因为没有人拉着我往前走。我是孤儿，但在我出生前，我的生母在我父亲车祸去世后才发现自己怀了孕，她不想生，情有可原，是我爷爷奶奶求的她，只要生下来就可以了，生下来他们养。他们把父亲的遗产和车祸赔偿款全部给了我的生母，用这笔钱买下了我。就这样，他把我生了下来。做完月子后，他就带着钱离开了。是爷爷奶奶养大的我，对于生母，我没有任何感觉，没有爱，没有恨，也没有思念，因为这些都是无用，只会让我痛苦，所以我舍了他。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，那时候我在上初中，半大的孩子彻底成了孤儿，难过、绝望、思念。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消化掉所有情绪，然后重新开始生活。后来有人要用10万买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宅。我答应了，所有人都说我傻，这明显就是亏本买卖，欺负我家里没大人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知道那个房子我守不住，守不住就得舍，而且我需要钱，我得读书，我得活。于是我卖了房子，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。现在是柳如烟，她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我解释，后面她再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。我不希望自己变得疑神疑鬼，我不会这样消耗自己。离婚吧，别闹得太难看。不可能。我离婚的态度有多坚决，柳如烟不离婚的态度就有多坚决。这样的她让我有些看不懂了，协商不通，我选择起诉离婚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向法院提出起诉的第二天，柳如烟对我进行了经济制裁，他要终止和我们公司的所有合作。我和柳如烟的相识就是因为公司，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，和几个校友一起合作创业。那时候啊，意气风发，觉得山海皆可平，可现实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。我们没有资金，没有人脉，没有人愿意投资我们，甚至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阐述自己的创业理念。太多了，像我们这样怀着一腔热血出来创业的人太多了。就在我们几乎绝望，准备各自找个地方上班的时候，一家公司找到了我们，他们表示愿意跟我们谈谈。我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谁曾想那真的就只是根稻草。那个负责人对我说，让你朋友陪我睡一年，你要什么都给你。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可是他们却不肯放过我们。混乱中我用一瓶酒砸了他的脑袋，我被抓了起来。那人扬言要让我进局子踩缝纫机，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可是柳如烟出现了，他就像个救世主，他轻而易举地摆平了那些人，把我保释出来，又派人跟我们公司谈合作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帮我，他说就当我在可怜你吧。他的可怜我欣然接受，没什么好反感的，毕竟我确实很可怜。就这样，在柳如烟的帮扶下，我们的公司做了起来。可现在他却要用这件事拿捏我，不得不说我确实被他拿捏住了。去到柳如烟的公司，我问他你想怎么样？柳如烟抬头看我，她说撤销离婚起诉，我们两相对峙。她用她的平静表明了她的态度。我笑了声，就这行，马上撤销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爽快的回应似乎并没有让柳如烟满意，她的眉头紧紧皱起。过了半晌，她问你什么时候搬回来？这也是条件？柳如烟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今天就搬，可以了吗？柳如烟把手中的笔扔到桌上，出去，得令。脸上维持的微笑在我上车后彻底没了。我讨厌这种被人攥在手心的感觉，谁都不行，包括柳如烟。我打了个电话，都在公司，等我回去开会。这个会议开了很久，直到凌晨才结束，但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。我的想法是换一个合作方，市场那么大，不是只有柳如烟。柳如烟可以随时叫停，我们也可以随时换人。可是他们不同意，安逸日子过久了，他们求稳不求变。柳如烟开的条件足够优厚，不管以什么方式跟柳如烟终止合作，我们都是会有损失的。他们的想法是，只要柳如烟还能合作，他就是第一选择。这话让我嗤之以鼻，原来这就叫道不同不相为谋。看来我是时候抽身离开了，只不过离开前还需要时间，我需要时间保证离开时拿到手的资金不缩水。于是我搬了回去。我回去的时候，柳如烟还没睡，她抱着笔记本坐在客厅。看到我，他摘下眼镜，我们谈
谈谈，我直接拒绝了他。累了，下次吧。柳如烟沉下脸，我就当没看见，直接进了客房。我不知道伊藤城那晚睡在哪个房间，我不知道他碰了什么又用了什么，反正现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让我很膈应。最后我拿了条床单在沙发上将就了一晚，可等我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身上盖了床被子，这令我瞬间沉下了脸，一把将被子扔在了地上。柳如烟正在厨房煎蛋，我厉声质问他，谁让你给我盖被子的？柳如烟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深吸一口气，他说，床单被罩全部换过，干净的。我咬牙切齿，没用，现在这个屋子里就连空气都让我恶心。纪伯达，柳如烟低斥，你过分了，他只借宿了一晚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冷笑一声看着他，我闹，等我带个女人回家，把你的睡衣给她穿，搂着她给她吹头发什么，那时候你就能感同身受了。你敢？柳如烟双眼冒火，我淡淡的摇头，不是不敢，是不会，因为我有节操，干不出这个恶心的事儿。我和柳如烟不欢而散，他把早餐倒进垃圾桶，冷着脸回了房。我也没客气，把门摔得轰隆作响。就这样，我们再次陷入了冷战。我很忙，早出晚归，柳如烟也很忙，连续几天我们甚至连面都没有碰上。这些天我见了一些人，谈了一些事，关于抛售股权的。如果我要抛售股权，公司的那些人应该是首选，可是他们的立场太明确了，他们并不站在我这边。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，我只能去找外人。我唯一留的情面就是把股权分散，至少让那些拿了股份的人在公司没有决策权。至于后期他们要不要把股权收回来，那就是他们的事了。事情谈得很顺利，随着一笔笔钱入账，我彻底从公司退了出来。他们气疯了，怒气冲冲地找到我，面红耳赤，一副撕破脸的架势，怪难看的。我给过你们选择，是你们不要。其实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，我和柳如烟迟早是要撕破脸的，到时候也迁怒不到你们身上。而且替我出局，你们也不是没有想过。他们目光躲闪，你胡说八道，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了？我意兴阑珊，那是因为你们怕柳如烟，不然兔死狗烹，谁又记得谁？公司的事彻底解决，接下来就是我和柳如烟的亲放了。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去找柳如烟之前，伊藤诚先找到了我，他说要跟我谈谈，我同意了。刚一坐定，他就质问我，你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婚？纪伯达，你没有尊严的吗？一个大男人被女人养着，你还要纠缠如烟到什么时候？这话让我听笑了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话的？情人？小三？还是他包养的金丝雀？柳如烟同意你的身份了吗？他跟我说的可一直是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懂这意思吗？你想当男小三都不配。说着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而且不是我不想离，是柳如烟不愿意。你也就这点本事？伊藤诚气红了眼，你胡说，如烟怎么可能不想离婚？他又不喜欢你。如果不是？伊藤诚突然卡住，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如果不是？如果不是什么？伊藤诚咧嘴一笑，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，你就从来没好奇过，你跟如烟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，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帮你？纪伯达，你不会以为这些都是巧合吧？你可太天真了。我问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伊藤诚扬眉，想知道，那你求我呀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随后嗤笑一声，那你别好了，千万别说。说完我起身就要离开，伊藤诚急了，纪伯达，你给我站住。我脚步不停，纪伯达，我推开门就要出去。等等，伊藤诚提高声音，你回来，我有东西给你看。我勾起嘴角，施施然坐了回去。伊藤诚没了一开始的气焰，很好，这才是谈话的态度。伊藤诚冷着脸，没再废话，直接掏出一张照片，把照片推到我面前。他说，这是如烟和他的养母。我漫不经心的抬眼去看，照片中的柳如烟大约五六岁的样子，瘦瘦小小的，如果不是伊藤诚说，我根本认不出来。就在我疑惑伊藤诚为什么要给我看这张照片时，那个女人的模样让我愣住了，一个久远的画面从记忆里跳了出来。这个女人我见过，在老家，在奶奶堆满衣服的柜子最下面那一层，压着一个暗红色的本子，本子上写着三个字，结婚证。翻开来有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我早死的父亲，一个是我逃跑的母亲。我对柳如烟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，我只知道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旁系血亲，她和我一样是孤儿，唯一的区别是她有钱，而我是个穷光蛋。柳如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给她的父母扫墓，我有提过跟她一起去，被她拒绝了，她说不用。她的这句不用也打消了我带她回去给爷爷奶奶看的心思。有时候我也会思考，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对不对？没有答案，我没有和其他人相处的经验，也没有长辈给我指引，最后只能对自己说一句，就这样吧。我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柳如烟相处了五年，而现在伊藤诚告诉我，这五年只是一个笑话。伊藤诚说柳如烟是孤儿，真正意义上的孤儿，孤儿院长大的那一种。但是他很幸运，在他六岁的那年，被一对很有钱的夫妻收养了，夫妻俩没有孩子，对他视如己出，尤其是他的养母，对亲生孩子也不过如此。他的养父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因病去世的，而他的养母在六年前得了癌症，胰腺癌，撑了半年也走了。如烟的养母在临终前告诉他，其实他还有一个儿子，他对不起他的儿子，希望如烟能帮他找到儿子，并好好照顾他。你猜那个儿子是谁？伊藤诚看着我，他的脸上扯出一个扭曲的微笑。那时候我和如烟还在热恋，他突然跟我提了分手，说他要完成母亲的遗愿。可是凭什么？他明明是我的女朋友，他凭什么说分手就分手？他要去完成他母亲的遗愿，那我怎么办？纪伯达，你看你多幸福，你的母亲到死都记挂着你，他让如烟为你保驾护航，可是我怎么办？凭什么你们的家事要献祭我们的爱情？我从伊藤诚那里拿走了照片，临别前他叫住我，纪伯达，你会和如烟离婚的吧？会。我说，但你确定要回收一个把你说扔就扔的人吗？我和柳如烟约在了家里，他比我晚了半个小时到，他疲惫地靠在沙发上，谈什么？从哪里开口呢？算了，直截了当吧。我把照片放到了柳如烟面前，所以你的养母是我的
的生物，柳如烟按揉太阳穴的手僵住，谁给你的？我摇头，这话没意义，我们聊点有意义的吧。是伊藤城，柳如烟颓然地倒在沙发上，我该想到的只有他见过这张照片，所以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？沉默，良久的沉默。就在我以为柳如烟要一直这样跟我沉默下去时，他开了口，从他嘴里我听到了更详细的曾经。我养母是个很厉害的女人，她凭着一己之力创办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，后来她认识了我养父，两个人走到了一起，养父无法生育，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养母就提议到孤儿院收养一个，就这样他们收养了我。柳如烟说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他们，成为他们的孩子，可是好景不长，养父病逝，养母也患了癌。说着他看向我，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你的存在。纪伯达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他一直记挂着你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，他之所以对我好也是为了弥补你，他把对你的所有亏欠全部转移到了我身上，他是爱你的，他临终前最大的遗愿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，希望你能原谅他。对不起，瞒了你这么久。听着柳如烟的叙述，我一直在等待自己情绪崩溃或爆发，可是没有，平静，前所未有的平静。节哀，我淡淡的吐出两个字。柳如烟错愕的看着我，你就没有其他要说的？想了想，我说，那就看在我们有同一个妈的份上，好聚好散，尽快把婚离了。纪伯达，柳如烟叫了声我的名字，却又没了下文。过了半晌，她说，你是不是还在记恨他？他已经去世了，你就不能看在逝者已逝的份上原谅他？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哼，谈不上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挺晦气的。纪伯达，你闭嘴。我哼笑了下，行，你想听什么？我原谅他了，我爱死他了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，我会一辈子记得他，感谢他。满意了吗？如果你需要，我甚至可以去他坟前说。那么现在，我们可以谈谈离婚的事了吗？纪伯达，我知道我叫什么，不用你一再提醒。柳如烟压着火气，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，不着急，等你想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谈。我摆手，别谈，赶紧谈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诉求？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甚至可以每年去给你养母上坟，只要你跟我离婚，你放过我吧。现在和柳如烟说的每一句话，待在一起的每一秒，都让我难受至极，就好像吃三明治的时候发现了一只苍蝇，而且这苍蝇只有一半。纪伯达，我不会跟你离婚，我答应过母亲会好好照顾你的，很好。另外一半苍蝇也被我吞了下去。柳如烟，死者为大，我并不想诋毁你的母亲，是你逼我的。柳如烟皱着眉，一脸抗拒。你说你的养母很厉害，她凭一己之力创办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，那你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来的吗？柳如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那是我爸的买命钱。你知道他多狠吗？我爸的赔偿款，他所有的工资收入一分不留，你的养母全带走了。走的时候他怕我爷爷奶奶拦着他，就假借带我出去散步的名义，他把我扔了，扔在了谷仓后面，为他拖延时间。那是冬天，我差点就死在了那个谷仓。不可能！柳如烟下意识的否认。我继续说，我不恨他，恨他浪费我的力气，他于我而言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可你却非要跟我强调他爱我，他关心我，他心疼我。可是当我跟着爷爷奶奶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从泥巴里刨钱的时候，他在哪？爷爷奶奶去世后，别人威胁我，如果不卖房就把我卖了的时候，他在哪？我被人霸凌，差点拿着刀子跟人同归于尽的时候，他在哪？大二那年，我的钱被偷了，学费、生活费一分不剩，我差点从顶楼跳下去。他在哪？何必呢？不谈感情，他是陌生人，谈了感情，他该下地狱。我的一字一句让柳如烟的脸色苍白。我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母亲是想补偿你的，纪伯达，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我嗤笑一声，真难为他了。明明可以丰衣足食、衣食无忧，却还要让我这颗沙粒搓磨他的心。我可真该死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柳如烟急切的想解释，可他明显不是善于解释的人。强烈的情绪波动让我有些难受。我抬手按压起太阳穴。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，因为对我有愧疚，所以补偿给你。是我死了吗？对我有愧疚不应该补偿给我吗？他得了癌症，怕自己死不瞑目，所以把责任丢给你，这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离开。至于你，你要报恩，你要还债，你要完成任务，所以你跟我结婚。我多冤了。我好奇的看着柳如烟，你为什么觉得你对我最好的补偿是跟我结婚呢？你是觉得我娶不到老婆吗？你倒不如当时多给我点钱。真的，柳如烟，离婚吧，我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，这是有分娩记录和出生证明的，我想证明我是他的儿子很容易。如果你还不同意，我只能打官司跟你争遗产了。那一天我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，柳如烟除了一开始说了几句，后面一直安安静静的听着。我们都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绝无可能了，离婚是必然的。我等了柳如烟三天，他终于同意，这次是他起草的离婚协议，他给了我大半财产，还有公司的股权和其他的东西。我没仔细看，对于这些东西我并不上心。我的心理医生曾经说过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欲望，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欲望，甚至包括钱。这很好理解，毕竟我身后无人，身前也无人。他问我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？你得给自己找个最想要的东西，不然我会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。我想了很久，然后对他说，我想要有人爱我，我努力生活，努力工作，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，就是为了有人爱我。可是柳如烟毁了这一切，他毁了我的五年。我讨厌他，但我不能恨他，我不能让他在我心里留下那么深的印记。我得告诉自己，他至少帮过我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他曾救我于危难。我需要做的只是放下他，断舍离，这是心理医生告诉我的。你要果断地抛下那些拉着你下坠的东西，然后义无反顾往前走，爱你的人在前面。我和柳如烟在民政局登记了离婚，一个月后拿到了离婚证。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，伊藤城也离开了。他说，真没意思，我这么多年放不下他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你说我这么多年是为了狗吗？对了，跟你道个歉，掺和了你们的生活，对不起，我没原谅他，也没讨厌他，他不过是我这段垃圾岁月中的一个路人。他绊了我一脚，让我摔了一腿灰。我拍拍灰，站起来，还得往前走，我不回头，真英雄，从不回头，骄傲。直到纪伯达离开这座城市，柳如烟才开始真正了解他。曾经的纪伯达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报恩对象，和他结婚，给他资源，给他钱，他觉得这样就行了。纪伯达只是一个模糊的象征，比纸片还单薄。
他看不到纪伯达给他熬药，他看不到纪伯达逗他开心，他看不到纪伯达的期待，也看不到纪伯达的失望，让纪伯达和眼下的自己过了五年，确实晦气。直到纪伯达离开的第三个月，柳如烟才知道他一直在看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拒绝透露病人的情况，但是他说活着对纪伯达而言是一件很艰难的事，但他一直很努力，他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病人。从那一天起，柳如烟开始寻找纪伯达，他不会去打扰他，他只想知道纪伯达是否平安。一年后，他终于找到了纪伯达，在一个特别小的城市，只不过他不是一个人，他手上还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。那一刻，柳如烟面如死灰，他连夜订了机票，赶到了那座城市。他见到了纪伯达，他黑了，也瘦了，但整个人却柔和了。纪伯达看到他很惊讶，好久不见。柳如烟第一次手足无措，好久不见。他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落在那个孩子身上，他问他，你结婚了？纪伯达哑然失笑，无缝衔接，没那么厉害。他说，收养的孤儿。柳如烟的心高高的扬起，又重重的落下。他缓缓的松了口气，竟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也是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，他期待着和纪伯达破镜重圆。他喜欢纪伯达，可是纪伯达说，我以后都不会结婚了。柳如烟突然想哭，这些年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以后还能来看你们，看看孩子？纪伯达摇头，最好不要，否则我还要搬家，挺麻烦的。柳如烟更难过了，他突然感觉很孤独，他不想走，他想在纪伯达旁边买个房子住下来，可是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做，他只能跟纪伯达告别，再见。纪伯达淡淡的笑了笑，各自安好吧，别再见了。纪伯达还是走了。在柳如烟出现的一周后，他带着孩子走了，他在用行动告诉柳如烟，别再找他，别再打扰他。知道消息后，柳如烟喝了一夜的酒，胃疼，疼得让人流泪，可是他却失去了那个给他熬药的人，他放弃了再次寻找纪伯达，他愿他幸福。